就讲李阿伯嘅献祭吼，本大家感觉到千失望，啊，千多人呢也非常嘅非常嘅吼，啊，心情当唔好就错啦吼。当然对献祭嘅让位变成老大家所想嘅无同样呢，嘅原因也一多人都喺探究啦吼，都喺追查，啊，也系咪讲也有乜嘅奇奇怪怪铺书，一多人都看。但是顺言对于一个客家庄一辈的看法来讲哈，那因为第一个啊，实际讲台湾的县级啊，还无嘛个所谓客家县票，哈，当然叫天气性的部分啦、啊。现在看法呢，就讲迄个用纬度哈、啊，由南到北按个纬度哦来看个时间，南部给自然的显现出来个本土票都较多，啊，北部呢？本土派较少吼，但无论客家人嘅兴趣也好，福建人嘅兴趣也好，就会按样呈现出来嘅。比如讲，你像台北市来讲，佮无听说系外省人较多啊，吼啊，台新北市嘛，同样，唔系讲外省人特别多，假使你针对佮贵下出去来看嘅时间，佮南嘅票有咩较多？我哋我因为呢，系用天气性来讲啊，佮做乜嘅天气性嘅？我有按个上升呢，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像新北市老土中庙，长期以来哈，就是国民党都在执政，佮长期呢掌握了资源哈，长期都在经营。那么按多年来哈，也差不多将近20年来，也中南部地区呢是民进党执政很多，啊，经营上呢就民进党的票源啊很多。所以在这百姓也看得出来，不像客家庄的民农也是说屏东县在北的客家乡镇全部就是那个民进党的票呢赢过国民党，就是南部的情形。但是在土中庙呢，无论是好多客家的乡镇也是说客家很多乡镇都是国民党的票数很多，因为看到你像土盐县是新屋和观音这两个所在其有咩客家庄，但是呢一摆选举呢系民进党嘅票超过50%，因为民进党在观音啦、新屋，佢已有信心长期嘅都支援。那用我讲，佢执政较久，佢就会那个票就会多呢，因为佢执政较久嘅时间，当地嘅民众啊，还有参与多，唔系有参与嘅时间，无论系。行政诉状就验尸状乡镇公所的诉状，也是讲那个民意代表，佮争取很多资源，本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居民参与很多的时间呢，佮个票啊就还会倾向于佮大家政党吼。那像观音、老新屋这两个所在就是这样的情形吼。那我讲起来，民进党在执政的时间，佮唔晓得用那个资源来经营地方，当然晓得。不过按到底哦，台湾嘅法律啦吼，系讲国民党要用那个资源嘅时间呢，佢嘅法律特别松，所以佢按样办用嘅时间，佢都系用啲政策买票啦，也系讲用补助款等等啊去打那个庄稼，啊都很冇问题。但是你民进党同样照那个方法去做嘅时间，佢法律就特别狠，凊彩做佢都讲唔系贪污啦，也系讲冇合规矩啦。佢检察官先起诉，起诉以后呢？多方面是无吹啦，不过按个时间就将了行政诉状吼，特殊特强，所以民进党个诉状要做了个资源啊，地方来建设个时间，就会受到按个情形。有个你也感怕太假吼，印象最深，就是当时陈水扁个执政个时间，在花莲佮推出一个很多原住民个很多求状津贴啊，结果呢，地方检察官都讲阿扁呢是用那个政策买票。啊，结果去，然后去调两门，当然系冇问题啦。不过呢，唔系民进党按做事嘅，佢法律咧都特别严。但是喺国民党按做事嘅，你看佢啊，薪水嘅公交员嘅薪水加几多趴，啊，那个用民呢嘅补助款加600等等，全冇问题。所以咧，又系个法律嘅问题。但是按长期来看呢，我想很系吼，因为嘅地方上。老人民知道要对地方上的经营要增加，然后呢，大家有心的人吼，在地方上吼，要拿去做那个教育吼，也还没有教育啦，都要做宣传，
然后呢，从地方上结合，所有的事情本地方上很多人来参与哦，你要安排一下好。当然呢，嗯，地方上去推出的人选啊，很优秀，当然很好啊。你像礼拜台北市的时间，给叶文智啊，叶文智哈，叶文智其实当选啊，哈，非常优秀哈，啊，名声又响哈。那个你睇人才好，因为爱长期的经验，你像台中市的林家良，其实市场不是做过，但是伊经营了七年，礼拜还是啊优先多。佮土著没有，嗯，当然值得。嗯，佮一度伊优秀的候选人，你像王仁书啦，哈，像那郭荣忠啊，其他地方上佮服务啊，太加婀娜的个，啊，对方呢，对方的对手哈，有郭荣忠最多的对手是郭振江。廖振江，那王仁书对个对手呢？陈浩生，当天伊都讲，那市场唔是看过廖振江啦、陈浩生来多，因为几条线的多，啊，三万个郭荣忠，然后王仁书线唔多，因为国民党呢，佮用地方的组织啦，都佮做那个竞选，所以民进党的本土派的 V 也好，嗯，组织唔变得样样，好，所以嗯变成太假白相，要加强。上网去做个宣传，我养过国民党的个各种党山资源下个组织，我养过一张发图。那我人个候选人本身我也要请上网，好像我像林家良样的，按党山网去做个时间，张威显得样了哈。礼拜小英呢，佮非常优秀的人才。其实客家人的立场呢，人家非常感谢哈，民进党推出爱好人才，因客家人的感觉一好用啦。安好人才也多多客家人，我相信呢，礼拜因为国民党好不容易在李登辉嘅十二年、陈水扁嘅八年、二十年下来，佢失去政权，礼拜佢千方百计啊，再过来中国嘅共产党也都后背天数，花了很多精神拿到个政权，佢当然冇安容易变。佢那小英呢，我大洋那战哈，也是在一阵心真艰苦，但是呢。佢小英啲阿伯嘅先期时间清短，开始本太敢认识讲暗号嘅人才，我相信再继续努力，继续上网，让二零一六年绝对有希望。因希望讲小英嗬，因客家人情感度唔好单单因为讲佢客家妹，佢台湾嘅好妹，佢喺因正经讲嗬，喺全再讲喺华人之讲啦嗬，喺暗号人才，太敢继续支持佢，我想二零一六年嗬，因绝对。都是献出一个党火的一个亮相出来。